我听不懂你的话。我又不是陈子坤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天真。可是我真的是听不懂你的话。好吧，你装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子怡姐姐，子怡姐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都摔成这个样子，你还不放过我？你别哭嘛，我是来劝你跟阿坤哥哥和好的，他一直想跟你结婚，你不跟他结婚他很难过。你说的倒挺好听，你要真这么想，干嘛还缠着他？可是我也要跟他结婚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的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是跟他结婚了他也不会高兴的。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两个结婚，但是要住在我家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见阿坤哥哥了，你同意吗？你同意吗？对不起，我多心了。哎呦，晚了晚了晚了，今天生意不好，我刚刚才把鱼卖完。出什么事了？急成这样。都怪我，我早该过来了。可我又怕把鱼放坏了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呢，阿坤他走了。去哪儿？去哪儿了？他出海打鱼去了。他让我对你们说，他对不起你们，他不想再麻烦你们了。还有，他还说他再也不回来了。再也不回来是多久啊？是一辈子。